那这边的菜我刚才数过，也是满满的50道以上的菜，125块吃到饱。那这一次我们他有一个那个网友，他有提供一个叫做全家福，他说台北也有一个120块素食吃到饱的店，在台北这个也是很佛心的。那在士林，那我们今天去吃吃看，等一下拍给大家看喽。好了，给大家看哦，他这一间的菜很不错哎，我觉得它的样式很多，而且它还有这一种春卷，然后你那个什么炸春卷，炸的春卷，然后它这边还有另外一个是看得到里面的卷饼，然后炸的地瓜，好大一个，没有红色的不好看，没有红色不好看是不是，我等一下去拿，然后这是臭老虎，啊，这个是加了香椿酱的豆腐。然后薯饼，这个是我最喜欢的米梯，它的样式很多哎、欸。没有，你就加，你就加，你加一耶，你加一。好了，那不会拍到你，不会拍到你，不会拍到你。好了，我妈担心上镜头。我觉得这家不错哎、欸，它还有那种那个叫什么，春卷。我刚才还特别问他有没有小黄瓜，他说没有。它这好对，它里面是豆芽菜，然后加花生粉，这里面是加素火腿。嗯，我姐已经第二轮了，她去拿第二轮了，战斗力爆发。对啊，哎、欸，她的那个韩吉好大一个，这是大番薯啊，嗯，满满的，啊，韩吉好大、哦，就它的臭豆腐比较特别，像是煮成汤的、哦、嗯，在那边那一锅，嗯，也不算臭豆腐，没有很臭，看菜最怕就是会有菜的腥味，不知道会不会有。嗯，它菜好好吃，没有腥味，调味也很好，满满酱汁的这个米梯，最喜欢米梯了。好好吃，120，对啊，台北120哎，就好吃啊。而且这个卤肉不会有我害怕的味道，那还有菜头汤、素腰花，哎呦哎呦，又照了，看一下我姐他们。哎、欸，这个是侄子，哎、欸，这是我侄子，很可爱。然后我三姐已经拿了第二轮了，堆的跟山一样。就是，这就是我三姐了，这就是我三姐。她的春卷还有分炸的，想干嘛？嗯，好脆哦。你会去拿第二轮吗？会。德妈说会拿第二轮，就代表她这又好吃，通过了，通过考验。这一间叫全家福素食，在士林区。哇，台北可以拿到这种店算不错。我们刚才是4点，礼拜六的4点，他开店就来，基本上店内已经快满了。嗯，真希望我住的地方旁边就有这个店。林口太贵了，上次林口，你本来跟我第一次去吃比较贵的那个素食，对，已经分开了，搬到龟山那边去了，在长庚那边，我有看到一个素食炒饭160耶。炒饭而已、啊。嗯。没有，后来我又发现一个便宜的，叫什么“仁爱素食”啊什么的，我买给你的那个好吃，然后才90块。天哪！接下来去数数看他这一间的菜有几个，因为他看有炒冬粉，看起来好好吃。香椿豆腐，很好吃。哇、哦，他这个很好吃，他那个香椿豆腐好好吃哦。嗯。他上面加那个香椿酱，有点像铁板酱的感觉。对对对。好好吃哈、哦，对，够味。我以为是那种酱。那个是香椿啊，香椿酱。这边的人已经长习惯了吗？没有，应该是说他跟我们一样，就怕说晚一点来就没了，或者是晚点来人太多啊。应该4点多。那4点多就已经满了。对啊，来了，你看德妈又跑去拿了，又跟经过德妈认证的素食，然后就跑去拿第二轮。那看到他还有这个炸的素肉，那个里面有包火腿的那个卷，他也有弄炸。除了春卷以外，我也很搭配他这个。香椿酱的这个煎豆腐，对，煎豆腐好好吃。然后我吃吃看它的这个冬粉，它冬粉很好吃，蛋很海带，那是野桃吗？哎、欸，你们有那个照片吗？我想放上去，你们有吗？你们三姐你有吗？有。